大家好，是非常高兴今天晚上在线上跟大家见面。然后刚才呢，就是有一些朋友他们说，马老师，我现在还在交通的路上，马老师，我还在一个会议上，我等一下会迟一点上线。然后对于这些许多的朋友，我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今天晚上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晚上。第一个美丽呢，就是我献出第一次。我第一次呢在线上呢做主持人，那过去呢大家都知道我在舞台上跳舞，然后也在舞台下编舞，然后这些都是我自己非常熟悉的部分。但是在线上做主持人哈，也坦白讲，我真的没有很大的经验。但是呢，大家都知道2年的疫情，我们必须要有很多的改变，然后呢，同时，我也期许自己，是不是可以用自己的一些没有发现过的潜力，来让自己推开一扇门跟一个窗，看自己是否可以把能量可以给需要的人，所以就有成就了今天晚上我在线上做主持人的第一次。那如果我主持不好的话，请大家多多包涵。好，那给我多多的指教，我当然会就是跟我编舞一样，就是全力以赴。那今天晚上呢，在线上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特别的主题，叫做艺术与企业的三兼一家。因为在过去的10多年里面呢，然后我有协助双扶残障发展协会哈，就是让他们就是在舞台上通过编舞，他们可以跳舞。然后我用就是健全的舞者跟他们一起配合，让他们呢在舞动轮椅的时候，在舞台上在流动的时候很自如。然后那个作品呢看上去很好看。那另外一个呢，在今天晚上有一个特别的，过去的10多年呢，我用艺术我推开了一个艺术的三兼一家，舞台上的一个可能性。然后今天晚上呢，在线上我又带给大家从台湾来的一位非常资深，而且呢是发展到非常好的一个组织。那同时，他的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叫做陈宗盛执行长。然后呢，由他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关于生长组织如何跟企业一起合作，达到幸福社会的双赢。那与此同时呢，就是我也带了两个我非常好的朋友，这两个朋友呢，都是在他们的事业上是非常有成就的，一个是台湾世界轮椅舞蹈冠军林秀霞，而另外一位呢，在街舞上是非常杰出，尤其是他的创意。那同时呢，他也是台湾的生障篮球国手。所以这些人在线上会跟你分享他们如何从自己的当时的那个处境而走到今天的成就。事实上，它其实就是一本一本美丽的故事。那首先呢，我要邀请的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对马来西亚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他在马来西亚，他用了很长的时间，他从槟城，他从大三角，他从吉隆坡，他从新山，他到古晋、沙劳越，他把他的轮椅带到这个地方，他用他的双手去创办了一个又一个的组织。这些的公益组织需要来支援在身体上，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可能有掉落了一个缺失的一部分。这个人物给他们镶上了一对美丽的翅膀。那我想，这个人物就是我们今天要请出场的第一个人物。
他没有出场之前，我想给大家看一看他所创办的五个组织。他是沈秋香师母。好，我们先看他的第一个创办的组织，槟城伊甸残障服务中心。好，我们接下来再看槟城北海戒指儿童启发中心。我们再看第三个，双福残障自强发展协会。然后现在呢，双福这个名字他们有一个新的一个取名，叫做双福维生自强发展协会。好，我们看第四个，这个是新山双福智力发展协会。那我们再看就一个他所创办的，这是来自孤径喜乐双福关怀协会。现在秋香姐呢就在这个协会里面来做开脱。好，那我想虽然我看不到你们在线上，但是我想以你们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的非常重要的这位朋友沈秋香师母上线，谢谢。好，秋香姐你好。老师好，大家好。是，秋香姐你好。那为什么呢会第一个请你上线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说一道门呢、啊、这道门呢其实它是一个源头。那我们都知道哈，就是如果今天自己的家庭有了一个孩子出生啊，这个孩子可能他就是先天带来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可能缺失，或者是一些很特殊的情况，然后就是在家里的父母面对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办？他应该怎么去处理像这样当下的事情？是，谢谢老师。嗨，我就像其实当我的我的就是当我们家发现到我是小麻痹症的时候，真是变天了，整个都是黑暗，尤其是我的妈妈。然后我就觉得说，我相信很多家庭，如果当他的孩子发现他，无论他是那个特殊儿啊，或是说怎样的一个长战，我相信都有不一样的一个心情，可是一定是很沉重的。然后就会产生两个状况，第一个就是接受事实，因为事实是这样，第二是怎样，就放弃，就放弃的这种，心好像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是可能比较会产生的。但是有些父母很伟大， 我有问一个妈妈，她的孩子教导很好，我说你要不要来当院长教导我这些从小啊这种特殊的孩子，她的孩子很棒。她说她当医生告诉她她孩子是特殊儿的时候，她跟她的先生就对望，然后心里真的有说不出的感觉。我相信那种遗憾是一霎间的。可是她说，虽然我的孩子跟人家不一样，但是我要让他的生命是一样的，跟一般的孩子是一样的。这是一种不同的一个产生的情况，这样子呢？是，那我们都知道，假设哈，真的，因为它已经发生了，孩子已经就是他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呢，刚才就是秋香姐你有说哈，就是一个就是很坦然的接受这个孩子，另外一个呢，当然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可能会把这个孩子他遗弃。那我想，那如果是可以很欣然接受这个孩子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上天的祝福。但是如果产生了要遗弃这个孩子的念头的时候，事实上我也知道，秋香姐你在很长期的经验里面，尤其你是在台湾伊甸哈，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组织里面，你从那边受到了教育，然后也小的时候也在就是喜乐堡医院哈，然后你有携带着很多的经验，然后呢，你带着这些经验跟知识，那如果今天这个孩子哈，他家里的人要做一个决定，要遗弃他之前，是否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其实，在我们的科学
在治疗方面其实都已经很大的进步。其实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让这个孩子得到一个妥善的一个就医，好，就然后就学，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可以分享一下这一方面吗？是，我是觉得在孩子，我是觉得说，因为现在在整个社会的福利里面就比较完整，好，在我们那时候就比较不能，然后现在就是说还会以那种早期疗愈。如果说你愿意，我是分享很重要，有时候你会藏在心里，藏在角落里，你不要让人家知道。可你愿意分享说我的孩子有这种状况，好，然后像我们当朋友的哦，就会知道，然后知道资讯以后就会告诉他。所以今天你都很重要，因为这资讯可以帮忙很多的人，好，不要让他在那么长的时间。那早期疗愈就是有些他是从3岁到6岁到7岁这样子，然后在那边让他们在整个状况里面就是来就医，看他哪些要矫正的。像我以前我就是我们在喜乐保院，然后医生会告诉我们我的脚啊，我的哪里要矫正啊，他才可以走路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是觉得寻找帮助很重要。因为这是帮忙孩子，也帮忙我们本身自己在这生命的阶段的里面能够一起跟他一起的成长。是，那也是知道，因为跟你们就是跟你之间也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接触，然后我非常佩服就是从槟城的就是负责人，然后一直到就是北海的就是美心，然后后来到吉隆坡的现在的就是林立，到新山双福的启亮，然后你现在呢又在古晶堂要重新开发一个新的。事实上在你的身上呢，我觉得很感动的东西是你把就是当时在台湾最好的一些经验你带来马来西亚，然后同时呢不是在你身上发生了一个这样的现象，然后你一个组织的负责人现在呢他们都会居家探访啊，然后让他们告诉父母其实你的孩子还有另外一个第二次生命的可能的重现，还有一个高度。那我想就是你有准备了一些图片就是假设孩子呢就是在身体上有一些情况的时候，那我想可以给线上的一些父母或者一些需要知道的观众我们分享这个经验，我们看一看图片好吗？是，好，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第一张图片。是，那这个是他穿支架，嗨，所以这支架是很比较我世界比较先进的，他的遥控就在他手握着那个，他只要按一下他可以坐，他可以还站这样的一个方式。好，那我们比较古老的就是用那种螺丝，然后就是那种开关，你要很久，有时候你用不下去不能坐下去，这是非常好的。就是当他开到以后，他的骨骼，因为你在小时候会爬行会变形，所以矫正以后你要穿支架让他能够骨骼能够松软，然后他就可以走路这样子。也随着科技不断的进步，事实上它的配件其实就越来越好。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张呢，就是那个小孩他可能他的腿没有力，或者有一些情况他可以用着一个拐杖。是对，然后我也知道有很多不同的使用的拐杖，有一些可以套在手里面的，怎样？是，对，看那个就是那个人的需要。然后这个我们都时常有看到的，这个小孩在用。然后我也记得呢，有时候去到一些外面看到公园，很多老人家也用这样的东西来做一个辅助品。是，对，它是协助，让你能够帮忙的。对，这是小孩子说，当你要做复健的，这是一些医务人员还帮他做复健。好，让他能够松弛他的手的能力啦，脚的能力啦，甚至整个肢体的一个正确的方式，这样子。还有他的血液循环啊，可以帮助他发育啊，这样子。我在台湾看过这样的组织，很像台湾的喜乐堡医院里面，真的是有一整套非常好的一个系统，对，非常科学化。是，好，我们再看下面一张照片。
这个看上去蛮温馨的，因为孩子可能他的腿没有力，他的肌肉可能很难长，所以那就用了一些设计出来的方对，具式，的，让孩子可以对，运动啊，这样。是，他可以抓得稳，然后可以站得住，哈，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力量，让他的身体的状况可以慢慢慢慢能够实力这样子哦。是，当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呢，那我想再问那个秋香姐就是假设那有一些孩子是天生出生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也有一是，些呢，他可能就是10多岁、20多岁、30多岁、40多岁，可能就是一场意外，他可能就身体就缺失了什么，然后他面临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那我是，想，当面对到这样的时候，你在你的一个专业领域里面呢，你可以分享这样子的情况吗？怎样做心理的建设？是，我就叫中途残障，所以我在我的就是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当然我在我心里在想，如果我是一个本来是很方便，什么都做都可以 OK 的，都没有问题，可是我一想病都不能动的时候，真的他没办法接受。我在想说，我也会没办法接受，所以我有时候觉得他们心里跟我们心里，他有更深的洞，就他会有更深的这一个让我们。很难理解的，可是他也很难去跨越过去的，所以在心理辅导里面很重要。然后我觉得环境的支持也很重要，就是你身边的父母啦、你的父母或是你的亲戚、你的朋友，真的非常重要。他的一句话可能会让你能够去看到希望，但可能一句话让你掉进更深的黑暗里。好，所以这对，支持性是很强的。所以他心对，理辅导的里面，他要整个身体的复健。好，在复健的里面，他的身体复健啊，还是他的那个，都要去重建他的心理跟他的身体这个部方面，这各方面，这是我在心理非常重要。如果心理他建设起来的话，我觉得他的身体的一个限度就不会妨碍他的前进。但是对。如果他会走路，但是他还是拱在那个失去的那个部分里面，他就会很痛苦。所以我们通常会告诉他你。走了一段是我们没有走过的，而且那段是最珍贵的，珍贵在你这个时刻可以发挥出来的，那个是我没有的，只是你有，所以你生命是更重要。但是你的痛苦知道你更深，可是你当你跨越的时候，你比我们更勇敢，所以这些都是勇士的，所以我之前说鼓励这些朋友勇敢起来，因为你们真的是那个很珍贵的东西，在你们生命当中可以在这个时刻把它发挥出来，这样。对，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我们每是，一个人在社会上是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能量。所谓的能量就是像例如说，我们看到了这些可能在身体上有缺失，它不方便，然后呢，它可能有一些状况。我觉得我们的社会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出一道光给他，还有就是一个能量。其实呢，他需要的是你很善意的眼神，你支持的眼神，你支持的讲是，话。对，对那的，这个举动哪怕是那么的微小，其实对他来讲，这是他整个世界。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刚才秋香姐你说环境，对，在他要自己站起来，拥有第二次生命的探索的时候，环境很重要。然后我们都说，很多的建筑物什么东西，他们这些都是没有具有生命的东西。但是事在人为，人其实是可以协助到他的，而且这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也知道呢，就是秋香姐，你本身呢，就是你就是创办了5个的这样子的协会然后你现在去到了古晋，然后也非常高兴的，就是你在这些年里面，然后你也把那一边的，就是可以让他们就业训练还有建立起他们的另外的一个信心，然后从中心里面，然后得到了一个让他们有能力的一个发展，然后之后他们可以再次进入社会。那我想看看你准备的一些图片在你的中心，然后我们看一下好吗？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第一张照片。
好，这个照片是他们做就眼影哈，是秋香姐呢在普京哈，就是双福喜乐的一个开拓。对对对，所以他们大家就是在那边就是种菜呀、啊，然后有也看到了一些种花哈，等下后面会看到。所以对。他们每种一棵，他们都有他的名字，所以知道它怎么长大什么哈，所以他们会细心照顾哈。那这是我们种的那个洛神花，然后也做洛神花的蜜饯，就用的方式来教导他们，这样子让他们能够有收入，很漂亮哦。是非常好。然后后面有一张照片，我很喜欢那个花的照片。对，哦，是，啊，然后你这们是也我们去去兜富丽华，售就哈，是对，一些公司展览的，这样子，嗯，这个非常好。好，我们再看下面一张照片呢，是很感人的，就是他们在那个你的中心里面，然后他们在学习着各种不同的一些训练手工啊，好，像这样的东西，好。所以这些团员应该是来自不同的一个家庭，还有他们有自己身体不同的一个就是缺失的一些状态啊。这是裁缝，然后这是手工，这样子，就用不同的方式来训练他们，然后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就让他们能够掌握他们自己本身可以，掌握得到的技能，这样，然后也成为他们的，收入，这样子啊，就是。教导他们的一些作品，对，然后这些作品呢，就是有了之后，然后这些就手工艺品嘛，然后就可以呢，就是拿到市场去，然后成为他们一份工作，好，然后最后一张照片我最喜欢的，我们看一下，好，最后一张照片，啊，秋香姐，你在那个中心里面呢，就是有一些工作你亲自指导他们，那我曾经也在新桑的，我曾经也在吉隆坡的双福。我也看到了你去指导那些就是身障的朋友，我自己在当下我看了是非常感动，然后那些手工艺品都非常漂亮，然后最后呢在这里非常感谢哈，就是秋香姐你非常就是，这是一个需要累积的经验才能够分享的一个授课。然后今天在线上呢，非常感谢你给予我们这样子的分享，谢谢啊！非希常望我谢谢们大之家，后感有恩机大会再家。见面，好，谢谢好，你，谢再老师，见，辛苦大家，拜好，拜。拜拜，好，那线上的观众，接下来呢，我想介绍给你另外一个朋友，然后这位朋友呢，他在轮椅的造诣，就是跳舞方面呢，其实是非常的高。那他在过去呢，他有他的成长其实并不是一帆风顺，他都有面临到他自己身体的一个状况，然后在那样子的状况里面，他甚至整个世界变成了灰色。但是他通过了他去寻找自己的喜欢和努力，他后来他成为了一个非常杰出的人，成为了世界轮椅舞蹈冠军。那我想，我还没有邀请他出来之前呢，我们的舞团共享空间特别为他制作了1分钟的短片给大家看，好，请大家欣赏。好，谢谢大家。那我想刚才看了这1分钟的短片，大家对就是影片里面的这个舞蹈王后林秀霞应该并不陌生。我们现在请她上线。好，谢谢。
Hello，马老师好。大家应该要给你掌声哦。是，谢谢马老师好，共享空间的好朋友，大家好。我人在台湾，然后我是马老师，也是共享空间的铁粉哦。是，我想今天呢，在线上有共享空间，然后有台湾的你，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很多不同领域的朋友都在线上，都在分享着这个就是线上的一个交流。好，然后秀霞想问你一下哈，就是那也是知道，就是刚才我一开始就说，就是过去你也是要面临你如何去接受你的身体。尤其是你的脚，好，然后呢，可以说一说你的脚的情况吗？我的脚就是在一岁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打这个预防针，所以其实生出来我跟大家一样是一个健康的宝宝，但是因为没有打预防针，所以在一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带我去电影院看电影，然后就在这个公共场合，我感染到这个病毒，所以造成我左下肢的这个神经整个受伤，好，所以左脚就没力气。是，然后在过去呢，也有跟你交流过，然后你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对，然后别人都可以这样子的，漂漂亮亮的，可以这样，可以那样，然后你就是低着头在问，你可能在问为什么我不是？对，从小就是一直在问为什么，为什么是我？问了很多为什么。对，然后那现在我就是要问你另外一个为什么，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轮椅成为了你的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绽放的花朵？好，那与其说我选择轮椅舞蹈，那倒不如说是轮椅舞蹈选择我哈。就是其实就有一双舞鞋，其实老早就在那边等着我，可是我没有发现。那跳舞其实一直是我从小的梦想，就是但是这个梦想只仅于在睡觉的时候，就是做梦。因为对一个我刚刚说我从小因为感染小儿麻痹造成左下肢残障，走路一拐一拐的我，还有在22岁的时候我很想要透过手术然后让自己的脚变好跟正常人一样，可是没有，就是这个手术不但没有让我成为正常人，反而是让我因为开了刀脚整个没有力气，我必须要仰赖拐杖我才能走路，这样的一个人跳舞简直就是一个梦想，对吗？根本就是不敢想。哇，你只有一个人。可是在35岁的时候，哎，我找到了我的舞鞋了。我去学习了轮椅舞蹈。那我真的永远忘不了，就是我坐上那个轮椅开始操作那个轮椅的那个时刻，你知道吗？我平常走路就是一拐一拐很慢啊，可是你知道那个轮椅也透过我的两只手的操作，哇，我可以一直转一直转，然后当我往前，哇，那个前进是不是我的脚可以取代的，就是好快好快，你知道我心里面有多么的满足，多么的快乐，这种速度感真的是满足到我，所以我就爱上了这个轮椅舞蹈。是，因为在音乐中是非常的开心。那好，那跳舞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看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自己，以前看到就是那个感觉不好看残障的自己，可是跳了舞之后你知道我看到的是一个美丽的自己，然后我看到我自己的身体好漂亮，这个是我从来没有发现的。哎，其实我是可以跳舞的啊，怎么会不可以跳舞呢？什么事都不敢做呢？其实我觉得我的脑袋里面用错方法了，就是我一直想要用跟别人一样的方法，我不是用适合我的方法，所以我当然达不到我想要跳舞的这个目的，或者我要做任何事情的这个目的。那你知道后来因为喜欢跳舞嘛，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啊，听音乐啊，练习啊，然后自己对着镜子啊，一直在反复练习老师教的这些动作。因为长时间的练习，你知道让一个就是以前不知道什么叫运动，什么叫跳舞的人，然后有一点胖，然后居然哦就瘦了10公斤。是不是？然后我觉得
在你的故事里面，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在你一岁的发生到后来呢，你就是在就是成人的时候，你很想变成跟大家一样，然后你就去动了那个手术，结果手术那并不成功，结果呢反而把身体就是变成了更加的在平衡上严重，然后后来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上天他在带领着你，然后当你过了两个坎的时候，他就会带给你呢，就是来，我现在呢，让你的双脚镶上了一个双轮的一个舞动。对。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是，你的人生从一个黑白，慢慢的就填上了颜色。对，然后其实呢，我们也特别准备了两张照片在线上呢，就想分享给你， okay. 你美丽的舞姿给线上的观众。好，我们看一下那个照片一下。好，对，然后希望你会喜欢我们准备的这两张照片。哇哦，我的轮椅，我的舞鞋。是啊。我们的人可以不需要那么样的，就是从一百米哈，可以让了看了一张照片之后再看第二张，然后我们可以回到第一张吗？可以。对对对，好，那这一张就是轮椅的，我自己很喜欢，它好像是你刚才说的，你找到了一个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半。啊，然后那我们再看第二张照片一下。对，那其实这一个的作品哈，是你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尝试，是，然后在整个舞风上就走出了另外一个更加不一样的一种领域啊。对，跟我以前跳的国标舞不一样，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两张照片让你。对，非常不一样，很喜欢。我想呢，就是这样。说一说呢，就是我知道拐杖哈，对于你来讲呢，是一个蛮大的一个伤感。啊，这个伤感呢，就是你可能呢，你那时候你不接受这个拐杖，对，甚至你很讨厌这个拐杖，它会让到你不美丽。是，好，那我你分享一下这个部分。Yeah. OK， 其实从小最难忍受的大概就是走在路上，然后别人那种异样的眼光，那我很受不了，因为他会一直盯着我的脚看这样。所以我常常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前面有人走过来，那我就会很刻意的停下来，然后当别人走过去之后，我再继续走，因为我不想要看到别人那种鄙视我的眼光。但是22岁呢，因为这个手术失败之后呢，就很惨了。就是，当我走在路上，我停下来也没有用，别人的眼光也不会停止，因为我的身上多了两只拐杖。这两只拐杖好像就是明明白白去告诉来到我面前的每一个人说：“哦，我林秀霞，我是一个有缺陷的人。”所以我真的非常痛恨我的拐杖。我当然当时我也非常让我必须要仰赖拐杖我才能够走路。是拐杖让我觉得很羞耻，然后我更加的自卑，更加的不快乐。然后呢，其实我记得跟你见面的时候啊，你从台湾飞了过来，然后有一次在街上你跟我谈了这件事情。然后我那时候呢，我自己在想，我能不能做一个作品，它成为了一个生命的礼物，然后送给你这个来自台湾远方的朋友。然后也那时候也是非常欣赏你跳舞，然后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作品呢，事实上可能它是一个祝福吗？我当时并不知道。那我想是这样子，我们先留一个关子哈，我们先看看这支舞蹈，你用那个拐杖跳舞，真的在舞台上啊，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影片写手 好吗？啊，好的。谢谢。
休息啊。我真的，看回真这个舞蹈哈、哦，真的有太多感受了。我记得那时候跳完这支舞的时候，还记得吗？是。然后那时候我们在新山，然后走在那个街头上。啊，因为之前走在街头上，然后你跟我说你非常排斥跟讨厌拐杖，那后来呢，我就在想，能不能排一个舞蹈给你，然后给你一个生命的祝福？但是我那时候不知道结果，但是那时候跳完了之后走了出来，然后在街上，然后你就跟我说了一句话，然后你说，马老师，谢谢你，这支舞蹈让你对拐杖，你爱上了它，可以不可以分享一下这个的过程哈？我觉得真的给到我，我觉得我从事舞蹈艺术，我真的有那种给我的一种回馈的价值，我觉得很高兴。你可以分享一下这个过程吗？其实我真的是很谢谢马老师为我编这支舞，每次看这支舞的时候就好像在看自己的生命故事一样。然后老师你知道吗，就是以前我是这么的讨厌 我自己的拐杖，然后到后来 我接受了，我知道它是我的脚，它可以让我走很远的路，我应该要谢谢他，我不应该要嫌弃我的拐杖，如果没有他， 我真的没有办法走这么多的路去旅行之类的。但是因为这支舞之后，我的拐杖的角色又变了，其实我的拐杖现在是我的舞伴来的，他是我的舞伴。常常走在路上的时候， 我会觉得我非常的轻盈，那个轻盈是你有一个舞伴永远一直陪着你在走路。所以谢谢老师的作品，就是这支编舞让我跟我的拐杖的关系改变了，变得更美了，就是它是我的舞伴。其实现在走在路上或走或舞已经是我的日常了，我非常的轻盈，我非常的享受我跟拐杖在一起，甚至很多人看到我拿拐杖的时候觉得，哎，那两只是拐杖吗？好像就是你的伴侣一样跟着你在行走，是，真的非常非常感动。然后后来你回到台湾之后，我接到你有一天啊，给了我一个就是短讯，还有一张照片，然后你就跟我说你去了一个地方，然后那边都是拿拐杖的小孩，然后你就跟他们分享了拐杖的故事。哇，我觉得哇太美了，你可以说一说这个吗？那一天我记得我是去了一个小学做一个演讲，然后呢，老师特别就是邀请了有一个身体有障碍拿着一只拐杖的孩子在下面听我的生命故事。那当然我在讲述故事的当中，我没有特别的去照顾到他，因为在我的眼里，其实他跟别人都是一样的，他可以做的事情跟别人都是一样的。那有时候我会偷偷的看着他，就感觉他的那个眼光在发亮。因为在演讲的当中，我会讲着我以前很讨厌自己、很自卑，到我接纳自己，到我做了好多的事情哦，比如说我去爬山，我骑脚踏车，我去游泳之类的。哇，那个孩子那个表情就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放松。那到最后呢，那个演讲结束之后，老师呢就特别请他们上来跟我拍照，他也特别要求要跟秀霞老师拍一张照片。那我就跟他说，好，这个时候呢，不是只有拍我们呢，还有我们的脚。所以呢，我就拿起我的拐杖，他拿起他的拐杖，我们的比的一个非常漂亮的 pose。那我相信从那一天开始，对他来讲，就像如同西索这支舞蹈对我来讲，那个拐杖的定义已经不一样了。哦，就是拐杖现在是我的舞伴。那我相信，从我跟他拍完这张照片之后，他应该也知道，拐杖不是只是他不得已要拿的一个工具而已，拐杖是他的好朋友，还可以帮他做出很多拍照美妙的 pose，对吗？然后也特别跟你分享一下哈，携手这支舞蹈的音乐哈，事实上我用了台湾原住民的音乐，然后这个音乐呢是非常难得的，是因为这个的音乐基本上已经失传在原住民里面，所以呢他们是从族里面的人一句话一句话抠出来，然后再把它录制下来，
那我为什么用这个音乐？我觉得生命它就是一个就是拼图，然后我们会看到了一个全然的丰盛。那我决定用这个音乐，事实上也是想在这个作品里面，这个音乐成为祝福。啊，然后在动作上的设计都是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舞姿，然后那我就觉得马来西亚跟台湾，然后让我们好好的拥抱在一起，然后为世界而来。对，真的是相见一家。那我也觉得老师在这支舞的编舞当中，就是让我呢很多潜力都发挥出来了，因为很多很多的动作是我以前跳轮椅国标舞我没有尝试过的，所以那个感觉到那个功力大增。是很多新的尝试了。是，然后如果呢，现在呢，就是让你就是用一句话哈。最深刻的一句话，因为你接触了艺术，然后你有建立了自己生活上的事业，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你自己的话，你为线上的观众你会说怎么样的一句话？我真的要说那个舞蹈啊，让我看见我自己就是一个艺术品，是上帝创造那个独一无二发光的艺术品。那因为看见了自己是艺术品，所以也发现这个生活当中处处是艺术。那当你在生活当中你感受到美的时候，其实你就是非常的快乐，然后你也很容易达到你所要的梦想。是相信自己，你是上帝所创造最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对，相信很重要。首先最重要的是你要相信你自己，你才有办法走出那一步，对吗？是、哦、那非常谢谢秀霞在线上的分享，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跟你在线上再见面交流，好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再见哦，拜拜，再见，拜拜，拜拜。那秀霞的故事呢，事实上让我们看到了，就是如何从一个黑白的照片。然后就慢慢的是因为自己的相信，然后呢就涂上美丽的颜色。事实上我们的人生无论是可能是身障朋友，或者是身体有特殊的就是一些朋友，甚至是健全人，我们都会面临到生命的挑战跟不堪困境。所以呢在这里我觉得他们的故事是一个非常好让我们看到生命中有一道光，这道光首先你要相信。那接下来呢，我想介绍的这个人物呢，事实上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为什么呢？我去探访了他所建立的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呢叫做台湾彰化小儿麻痹关怀协会。那当我去到这个中心的时候呢， 我真的吓了一跳，而且非常感动。里面呢所有的就是成员，他们可能身体呢有不一样的就是不方便，可能有一些人的手没有力，有可能有一些人就是他坐着轮椅，然后有一些人是坐着电动轮椅，然后他们按照自己身体的各种的他们的潜能，可以发挥的潜能，在他们的工作的位置上去发挥他们的能力，然后去赚取生活的费用。当我看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地方 它为什么会在人间。那我后来就认识到了这位我非常尊敬的这位，我叫他大哥。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人生里面你真的遇到一个这样有信仰的人，这样有生活和生命意义的人是非常难的。我想在这里呢也借助大家的掌声来欢迎台湾陈宗盛执行长。好，谢谢，谢谢马老师，谢谢线上的朋友。是陈大哥，就是我想今天哈，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分享，因为呢，刚才我们的分享都是来自于艺术，好，相见一家。
然后我想在你这里呢，可以给我们马来西亚和我们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线上的朋友，可以让他们知道一下，就是事实上，圣战组织可以联合就是企业组织啊，企业家，然后呢来打造一个幸福的环境，然后这是一个生命的双赢啊。那我想有可能线上很多的观众会问。就是彰化喜乐，就是那个小儿麻痹中心在什么地方？它是长得什么样子的？那我想在这里呢，特别安排了两张照片哈，给大家看一看。然后执行长你所在的地方，所付出的和开拓的地方，我们看看这个照片好吗？这个照片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是一个非常有能量的一个地方。好，对，好，那我们现在再看第二张照片。是，然后在这个照片里面呢，大家有看到一个喜乐爱加倍啊，有看到这个字吗？那等一下呢，就是会请那个执行长哈，可以分享一下如何就是在喜乐小儿麻痹关怀协会，诶，他又如何在属下又成立了喜乐爱加倍庇护工厂？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开始，让身障朋友他们可以有工作，甚至于去发挥他们在光亮下的自己。好，那我想请执行长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协会的成立的背景啊，或者就是里面的一些工作的情况，好吗？谢谢。好，谢谢马老师，也谢谢所有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谢谢马老师，我想，我们台湾喜乐爱加倍很重要的一个成立的缘起，就是在50几年前，有一位从美国来的宣教师，他到台湾，他看到了一群小麻痹的孩子在地上爬行，所以这位宣教师叫马喜乐。后来我们都称之为阿嬷。喜乐阿嬷看到这一群孩子在地上爬行，特别在冬天冰冷的地上，所以就动了善念，就回去美国变卖他的家产，到台湾彰化二林的地方买了地，盖了房子，收养我们。从此我们的生命就改变。原本我们的生命的高度大概只有30公分，但是因为喜乐阿嬷的收养照顾，让我们开刀、穿支架、拿拐杖，让我们可以站起来，特别让我们可以直视别人的眼睛讲话。因为这样，让我们这一群小麻痹的孩子从此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所以在18年前，我们这一群受过喜乐阿嬷收养照顾长大的孩子，为了要感恩以及感念阿嬷对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一份的恩情，所以我们就共同成立了彰化县喜乐小麻痹协会。那为什么会有喜乐？我想喜乐就是刚我提这位美国宣教师喜乐阿嬷的名字。我们都怀着感恩的心，要将阿嬷的名字可以永远留存在台湾。那为什么会成立爱加倍皮肤工厂？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让喜乐阿嬷这一份从上帝来的爱，这份神圣无私的爱，可以不断的延续传承在台湾，让这份爱可以加倍。那爱加倍其实是我们基督教信仰里面一份神圣无私的爱，所以我们为了要感恩纪念，所以我们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组织。在这个17、18年的过程，我们感谢有非常多的天使的帮助。那我们在让我们很多不同障碍的孩子，我们的身障朋友，可以在爱加倍庇护工厂靠自己努力工作、努力赚钱，也可以养活自己。特别更重要的，他们在爱加倍工厂里面可以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是，那我也知道呢，就是当阿嬷哈，她用她的爱心和就是她用了很长的时间都把你们照顾长大，
然后呢，那你作为一个大哥嘛，然后后来呢，就是有一些就是自己的弟弟妹妹啊，然后去到社会工作，后来你发现到了一件事情，原来当时的社会并不是太友善。然后他们呢，就是对待于就是身障朋友哈，工作上的一种认知，然后可能他们没有经验，也有可能他们就会觉得不方便，然后呢，也会造成了一些就是阿嬷带大的孩子的，就是也是你的弟弟妹妹，然后他们可能在工作上有了一些困难，也可能有些失去工作，然后呢，你那时候呢就觉得应该要有一个。作为第一个，先把这些阿嬷，就是照顾大的孩子，啊，弟弟妹妹带回来，然后带回来呢，让他们第一个有工作，他们有生活有收入，然后第二个呢，可以借这个机会，可以去再把阿嬷的那个精神再放大，在一个社会里面，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身障朋友他们有些时候他们跟别人没有两样。只是他们有一些身体上的不方便，但是他跟每个人都是一样，他们是平等的啊。所以呢，那时候就是喜乐爱加倍啊，然后来那个庇护工厂，然后就建立起来的时候，它形成了在台湾一个很大的一个文化文明的一个建设。所谓的建设呢，事实上包括了请大家去。认识身障朋友，而且去接近他们，去了解他们。同时呢，这个社会的好是因为你的善、你的理解，然后会产生一个好的环境，然后它就会形成了一个叫做和谐。所以阿嬷给你们的爱，然后来到执行长，你做一个大哥，你把这个爱，再把阿嬷的爱放得更大啊。然后这是我在就是。中心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很感动的东西。然后在这里呢，就是执行长，你那边就是中心的员工，他们在工作上，然后有一些照片，就是你有准备了，我们在线上分享给我们线上的观众一下。我想这个是我们 PU 工厂，我们是以设计印刷为起家，所以这是我们身障者。他虽然坐着轮椅，虽然不方便，但是他透过特殊的设计，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本身自己没有放弃自己，他很认真的去学习在印刷产业的一个专业。这次他在用材质，你看。我们在台湾很多的印刷业的前辈来参访，他们第一次看过坐着轮椅在裁纸的，应该是台湾首创啊，哎。是，非常好，对，好，我们看一看第二张照片。那这个是也一样哦，是我们行动不方便的身障朋友，他们虽然坐着轮椅，但是他们是在做整个印刷好的所谓的胶装。就是一张一张，大概可能一本有200页、300张、400张，然后透过这个日本进口机器的胶装，我想这个就是在证明我们身障者虽然不方便，甚至坐着轮椅，但是只要没有放弃自己，只要能够认真勇敢的去学习工作上的专业技能，他们都是很专业的印刷的专业的技术人员。对，而且他们所处的空间，包括我知道他们用的桌子，然后他们的一些工具其实会按照他们自己的身体它的尺度的需要来特别定制给他们的，所以让他们更加方便，对不对？对，没有错，马老师，就像这一台轮椅旁边这一台，它是放它的那一些要胶装的书本的纸类，然后它是可以自由升降，哦，一个按钮，所以它乘坐轮椅就不用弯到地上拿纸起来，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彰化县政府给我们很大的支持跟帮忙。对，这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再看下面一张照片。哦，这个对。是我们的伙伴喜明华，你看他的手虽然也是有萎缩，有很重的一个弯曲，但是明华他来我们这里，透过
很多的训练，他是我们后制加工很大的一个专业的技术人员。是，这是明华。我还记得他，而且我还排过舞蹈给他。是是，他参与，他很开心，很开心，他觉得非常有成就。对，好，那我们再看下面一张照片哦，这是成品哈，就是你们那边啊设计啊，就是制作出来的。所有的平面的纸张印刷品，我们都可以提供服务。对对对，好，我们再看下面一张哦，这张是很感动的，因为他们是可以用电脑啊，然后做他们的工作啊，是。是，这个是我们啊。做后制做客服的维倩，他也是美工设计。那我们各位、好朋友，你们看一下他的手，他的手是非常严重的萎缩弯曲，没有力量。但是他透过我们先前有半年的职业训练之后，我们就、把他聘用在成为我们整个、美工设计或者是客服的一个、工作岗位。然后你看他的电脑，他是特殊的那个、特殊的用敲打的那个键盘电脑，因为他的手没办法像我们正常这样子。是、哦。还有他旁边的电话，他因为他是手没办法去拿话筒，所以我们就透过、特殊的电话系统用耳麦让他挂在、耳朵上，那他只要客人打电话要跟他做美工设计的对稿，他按一个键，他就可以很方便的跟客户来做、沟通跟交谈、哦。所以我想每一位身障者虽然有不同的障碍，看起来其实障碍也蛮严重的，但是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像刚刚秋香姐或是、秀霞老师，我想他们所提的都是我们身障者我们选择没有放弃，只要你没有放弃，我想天下没有的事，没有任何事可以难倒我们。对，我想在爱家面就可以看到。对，我想执行长，你这个分享其实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对家里假设有这样子的孩子的父母哈，或者他自身可能他之前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事情，他可能今天看了一个你的分享，他就会觉得，对，其实可以用一个科学的方式来去协助人的一个重新再建立的一个可能性。是。对，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可贵的。嗯，好，那我们看一下下面一张照片啊，这爷青，对，这是我们的伙伴。那因为他是，其实他是我国小同学的妹妹。嗯，那他特别的啊、有很专注的心。那他虽然他是在他的整个啊、智能上有比较啊、算是比较弱化，但是他很认真在。做他的工作，他很珍惜他每一份的工作。是，他很喜欢叶老师，然后叶老师也很喜欢他，所以每一次一到你那边然后叶老师第一个就是找他。是是是，他们都来这边都很快乐。是是是，然后就是孩子他可以用他另外一个可能性，只要找到他在灯光下的他，那其实呢，那道光就会出现。是是。嗯，好，我们再看一下下面的一张照片。啊，这个是手工皂。嗯，对，这是我们另外一个团队的产品。那这个 是我们台湾的彰化县政府的富康巴士。那我们这个区大概有将近20台富康巴士提供这样的服务。那最特别的是我们的富康巴士有好几位的司机也都是我们身障者。特别是看你刚看这个这张是我们的首席舞者，等一下也会接受王老师的访问。是，他也是我们富康巴士，因为身障者既服务身障者，又开着富康巴士。这个我想这个是我们彰化县政府给我们很大的一个鼓励。我们跟他说，你只要车子买自牌的，那我们身障朋友就可以有这个机会。也可以有这份心去服务身障者，比他更不方便的。是，事实上哈，我觉得就是今天呢会邀请执行长你来我们的线上做分享哈，我觉得对本土马来西亚很重要。有一些东西呢，其实我觉得这些文明其实在每个国家应该都可以互相借鉴，
然后最重要的是可以给需要的人。那可能我们现在的国家我们还没有可以成熟到那一个的程度，但是最重要我觉得因为你有经验了，然后你有这样的知识，你会知道我曾经听过跟看过这样的东西，所以可能期许以后可能大家结合力量的时候它是一个可能性。是然后那后面的有一些照片啊，我觉得蛮感人的，就是因为为了要给就是身障朋友和需要工作的人，然后呢后来就研发了就是咖啡的这个的事业在那个中心里面啊。是就是我们伙伴他们拿着我们的咖啡产品，不管是立挂咖啡咖啡豆这些咖啡礼盒。好，我们也看第二张这是我们他是我们的旺松，那他是手部也是蛮严重的，没办法做 很有效的一个弯曲，但是我们就是在阿加贝屁股奶，就是会因为有不同的障碍，然后我们要去因着他各种不同的障碍他的能力，然后为他安排适合他可以工作，他可以胜任的工作。是是，那最主要他们工作当中一定要让他们是可以找到他们自信，而且他们又可以做得很好的工作，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对对对。然后我们看下面一张，这是咖啡豆的。好，这个是要我要特别说明一下，这是我们也是我们伦理舞的舞团的队长阿德。他在几年前，他对咖啡非常有兴趣，所以他就去转换去学习咖啡，那我们也安排他到高雄的餐饮学院去培训，他成为我们台湾第一位拿拐杖身障者拿到国际 SCA 国际烘豆师认证的一个烘豆师哦。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这个也是他来的。对对 对, 对，是是是。好，我们再看下面一张照片，好，那你看那些机器啊，包括这些设备啊，然后就是在中心里面，然后就是执行长你们就会出资，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一种设置。好，然后最后一张照片是很有意义的，然后我想给大家看一看，一定会有 surprise。 来，我们看就一张照片。对，立峰跟我们的社工组长是，对。然后 我那时候到中心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小孩，哇，他超会跳舞。是，对对。然后 就一直笑哈哈，很开心，然后 就跟着大家一起跳，他也让大家很开心，然后让我很深刻的印象。是是，对。所以这个中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好，那 我会觉得其实我也认为它是一个有能量的地方，它这个能量呢是给需要的人带出一个它的支持。好，那我想接下来有个问题呢也问执行长一下，好，就是什么原因呢让你去要去创造这个喜乐爱加倍，然后让这个身障就是朋友和企业家合作哈。那刚才你有分享的那个原因，就是因为阿嬷，然后这样。但是我相信你跟企业家在一起谈论的时候，因为这个毕竟哈，就是他可能是从一个不被人家所熟悉的一个可能性，但是后来，当然到了今天，已经是一种你已经看到了一个成就。那我想你分享一下，你作为一个就是组织的负责人，你如何跟这些企业家去沟通这件事情呢？我想首先我还是要感谢神，因为我们在神的眼中都是独一无二。虽然一般人对身障者的一个眼光的一个看法可能会不太一样，但是我一直相信我们是上帝手中的宝贝，而且是独一无二。那在这十几年当中，爱加倍皮肤工厂为了要能够生存，
那一定要去争取很多的订单，来让我们所有的团队，大概比目前大概我们有100多位团队的伙伴，要让每一个人有适合他的工作可以来从事啊，最主要也要让他们在工作当中去找到他的自信啊，这个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所以啊，这十几年来我们尝试去拜访很多的企业，那绝大部分的企业其实都还是会停留在以前比较刻板的印象，可能觉得譬如工厂怎么有可能可以做印刷，譬如工厂怎么有可能可以烘咖啡，可以做咖啡啊。但是我想啊，只要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实力展现在我们的产品，让我们的产品是在自由市场的竞争上，我们甚至是不输一般的啊，一般企业他们的产品的品质，或者是甚至价钱。比如我们在去年，感谢神，我们就啊争取到，也得到我们台湾一个啊超商，就是莱尔富，他全国有1000多家的一个啊分店，那他的咖啡豆就全部都是采用我们的咖啡豆。我想这个是在台湾算是啊，譬如工厂算是很大的一个创举，也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一个经验。那我想最重要的一个啊因素，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实力，在产品用产品来说话，让社会大众，特别让这些企业，他们来品尝之后来看过，就觉得哇惊讶。就像我们的咖啡豆，去年他们的啊总公司派了烘豆师，派了很专业的人员来这边考察了3次，那他们觉得我们的咖啡的品质产出来的风味不会输于一般的厂商，而且在先前就刚看到我们那个旺松，我们的咖啡师还透过我们的伙伴，他们一颗一颗把不好的豆子挑掉，所以他们就非常非常的肯定跟感动，觉得这个产品背后是除了背后有很重要的意义之外，最主要是产品的品质风味是赢过外面一般的企业的咖啡，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莱尔富这样全国有1000多家全部都采用我们的咖啡，还有很多的产品。我想透过我们用产品来证明来说话，我们可以取得消费者的一个信任跟支持还有认同。对，那我想因为在马来西亚我也跟本地的蛮多的就是生产组织都有接触，然后事实上呢，那我也会知道他们现在处在一个自己的发展的情况里面，然后今天呢就是执行长你的分享那我觉得其实是他们未来一个很大的借鉴。然后呢我更加知道执行长那边呢就是有创建了一个很大的计划，叫做伯利欧计划。然后这个伯利欧计划呢，事实上那很坦白讲，因为我长在马来西亚，然后我也这几十年我也接触到了一些生产的朋友，真的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个情况就是家里有了就是生产的小孩，但是父母都会老，然后当父母老的时候，他们一定很担心我有一天不在的时候我孩子怎么办。然后呢，那我后来知道就是执行长你们这个伯利欧计划真的很棒很棒。那我想你在分享这一个给我们的马来西亚的线上观众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子的，这个分享呢是让线上的观众看到其实有一些东西我们事在人为，东西是你的信仰跟你的相信存不存在。那我想先看一看伯利欧，我们抢先看一看它的设计图，因为在4月24号就已经动图了好，我们先看看一下就是这个设计图马来西亚的线上观众是第一次首次看到这个设计图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
设计哈。那我想请那个执行长说一说，为什么这个设计图的外观它会是设计成这样？好，我还是感谢神哦，让我们的团队伙伴还有很多的天使的帮忙，让我们经过11年的努力，我们终于要动土了。特别其实啊，马老师，你们共享空间舞团也好几年都特别为了我们这个家园的募款，特别从马来西亚飞到台湾来帮忙，我们很大的一个协助在募款的一个舞团的表演。那也跟大家报告，我想我们缘起是来自于喜乐阿嬷，所以在柏油这样的园区当中，我们未来会有一个礼拜堂，就是我们看到后面最上面有十字架，那一楼会有一个小麻痹的纪念馆。就像刚刚一开始我提的，我们还没有受过喜乐阿嬷收养照顾，还没有开刀，还没有穿支架，还不能站起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高度只有30公分。所以在这一张图的当中，小麻痹纪念馆当中，建筑师知道我们的背景之后，所以他特别在一楼的小麻痹纪念馆会有30公分的一个矮透明窗，来呈现小麻痹纪念馆这样的孩子，因为爱，所以让这些孩子可以站起来，可以直视别人的眼睛来讲话。那二楼，我想我们是延续我们喜乐阿嬷他的精神跟他的信仰，我们希望让所有住在园区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跟我们一样同得福音的好处，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就这样说，算有点类似一个挪亚方舟。我想对对对，上帝并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人，他会把每一个他所独一无二的孩子放在方舟里面，让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这里受到照顾跟重生。谢谢谢谢，我们也看第二张设计图啊，对，看一看这个挪亚方舟，哎，对，就是刚不同才的的，角度，就是大门进来，哎，对对对，很高看兴，的那一谢张。谢马老师。我之前一看我就觉得，哎，这是一艘船啊，啊，这是它的另外一个一个角角度。度，对，是。然后我们再看下面一张，对啊，就是刚才就是执行长你分享的，就是里面那其实有安养啊、就业啊、生命教育啊，还有就是心灵之家是啊。是，好，其实最后一张照片，其实对我来讲，它是很感人的。那我看一下最后一张照片。那我知道呢，就是执行长，你们花了很大的力气，就是用了整11年的时间，然后你们去把这个的伯利欧计划做了起来。4月24号终于动土了。然后呢，我因为这个背后有一个故事，然后才会有那个伯利欧这个计划的产生。你可以分享这个美丽的故事吗？好，我想在十几年前，我跟着我们一位社工去拜访我们一位极重度的会员，其实他是我的学弟，他坐着轮椅，就是我想就是大概比任何人都是，他算是在台湾的身障的分类是属于极重度，他连从电动轮椅要下到他的病床或是到他的椅子，就非常非常的辛苦，都要有人帮忙。当那一天我要离开的时候，他的妈妈紧握着我的手跟我说："宗盛，我已经年老了，那万一有一天我离开的时候要怎么办？我们的名业要怎么办？那能不能拜托你们未来可以照顾名业？"其实当下听到蔡妈妈这句话，其实内心非常非常的难过跟不舍。我知道一个家庭有一位这样的孩子，他的父母一定比任何的父母都要辛苦，付出更大的心力，才能够把这个生障孩子拉拔长大。但是孩子长大了，父母却年老了，所以当下听到蔡妈妈这样的话，心里难过不舍，也回来跟我们的团队做分享跟报告。所以，我们当下在11年前就决定，好，那我们除了做 PU 工厂提供就业之外，
我们也要帮这些未来家庭的支持慢慢在消失的这些重度生长者，他们可以有一个安身立命，有一个有尊严来安享晚年的家。所以感谢神，也感谢所有的社会大众，特别也借着这个机会跟马老师以及所有共享空间的舞团跟你们致谢，还有秀霞老师啊，另外也要邀请马老师哦，就不过现在就是疫情啊，我就是一直很遗憾，因为疫情可能你们回到台湾要被隔离两个礼拜，所以啊，在两个月前我们在接听这个日子，我就跟我们团队说，马老师他们共享一定要邀请来，结果但是我看台湾的疫情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解封，这是我一直觉得很遗憾的。我至少希望两年后我们落成的时候，哎，马老师共享空间舞台，你们一定要来，一定会来，是是是。然后谢谢执行长你的分享。那我们都知道呢，在于这些的孩子的身上哈，我们知道有一个有四个的步骤很重要，就是就医、就学、就业跟就养。那对，那就养呢，其实刚才执行长你的分享，因为就养呢，他可以通过他的工作，然后他有自己未来的一个好的一个收入，他有一个好的安定的生活，他甚至可以成家立业。那另外一个呢，我在你的伯利欧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就养呢，事实上是一个更大的生命的临终关怀。那对于有一些家庭已经没有了父母的人，然后我觉得这真是一个我们说心之安放，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非常谢谢执行长你的就是分享，然后希望下次还有机会我再请你在线上再做分享，谢谢你哦。谢谢马老师，谢谢线上的朋友，谢谢谢谢谢谢执行长，谢谢。好，大家就是我们听到了之前几位的分享哈，就是那接下来呢，这一位他是很特别的，他很特别的，他事实上他是在就是执行长的就是阿嬷和执行长他成为一个大哥，在他的一个照顾之下长大的。然后在这个长大的里面呢，那他们曾经也面临过因为自己的双脚不能够走路，但是呢，如果你今天看回他这个人，他现在是台湾的深藏国家篮球队的就是队员，然后他同时在舞蹈方面他很有创意，等一下会介绍给他，就给大家看看他的舞蹈，你一定会很惊讶。那 before、我把他请上线之前呢，我们舞团也特别做了一个在一分钟里面的影片给大家看一看，这个人物他叫做邓和成。好，我们看一看他的影片，谢谢。谢谢，那我也是借用大家的掌声，请我们的何成上线。何成，老师好，各位大家好，是很久不见，好久不见，我很想你，是老师也很想念你们。好，何成，那我想，就直接的来问你一个问题，好，就是你是怎么样接触到就是街舞的舞蹈 hip hop？那还有呢，你又怎么样会接触到而晋升成为国家队的就是队员？那这个是一个其实
我相信很多人都觉得哇哦，这个是很神奇哦，可以分享一下吗？其实会接触到轮椅舞呢，是从我小时候在那个喜乐宝院长大，那我一样跟执行长一样，他是我的学长，然后我们喜乐宝院，我在喜乐宝院的中间呢，我们有那个圣诞节，那圣诞节必须会表演节目，然后那时候轮椅舞就是其中的一个表演的曲目这样子，所以我看到很多学长跳轮椅，我觉得很酷很帅，然后我想说，那我也想要尝试看看这样子，对，然后到我长大之后呢，其实我觉得我会成为国家队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因为小儿麻痹他会有萎缩的情形，所以他必须要靠着运动，然后让自己有肌力，然后能够减缓萎缩。所以呢，我又很喜欢运动，然后我觉得我看到一些健全人在场上奔驰着，我很羡慕。然后我觉得有一天我要跟他们一样，所以因缘机会下，我参加了轮椅篮球队，然后我就一直练习，然后有那个上帝的祝福，让我有机会可以代表国家可以去国外去比赛这样子。嗯，对。那老师之前跟你们的接触哈，那你们几个都是一个个头很大的孩子，是男孩子。然后呢，就是会觉得，哎，这样子的一个大男生，然后后来哎喜欢上舞蹈，而且你们又跳很特别的街舞 hip hop， 然后你们也去研发，就是街舞在你们的轮椅上的很多的一个变化的可能性啊。那我想呢，就是想请你分享一下哈。那你本身在舞蹈里面的一些创意，然后特别我等一下会给观众看一个照片，不是现在哈，就他们一定很惊讶，不过我先留这个关好。然后想问你一下，在舞蹈你在做创作，然后你自己在生活上你自己的，你会很开心在这方面的一个寻找吗？其实跳舞这件事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因为我以前其实身障者他大部分都蛮自卑的，就是很害怕人群，然后自从我在喜乐宝乐里面跳了舞之后，到我长大出社会，到我知道我们执行长有一个梦想要成立伯利优家园的时候，我跟我的朋友们就在商量要怎么去让这个梦想成真，那我们就会想到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跳舞去表演，然后来做募款。可是我们又想到，其实台湾很多的轮椅舞蹈其实都是国标舞啊或者现代舞之类的，那我跟我们的好朋友团队就在想说，我们是不是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东西，让大家看到其实身障轮椅舞蹈有不一样的元素，所以我们就看了很多街舞的影片，然后去跳了街舞，然后跳了之后才发现，哎，哇，原来我们可以做到那么多的事情，然后也可以让很多人看到说啊，原来轮椅舞蹈是有这样不一样的呈现的。嗯，对，然后我还蛮享受，就是其实跳舞会让很享受，就是让自己知道我存在的价值，然后我还蛮享受跳舞，然后我蛮享受挑战极限，所以我们的舞团就会叫极限轮椅舞。对对对，然后就是你刚才有说了，就是因为可能一个身体上的一些情况哈，所以在成长里面就是显得特别的自卑。是，然后呢也后来也因为接触舞蹈，然后这个舞蹈呢在舞台上呢，当你做呈现的时候，无形之中因为看的人，你可以给到他们开心，给到他们相信，给到他们这样的身体都能够这样的全力以赴，为什么我是一个健全的人我不能。所以呢在这个之间里面，可能你也找到了一个
桥梁。然后这个桥梁呢，就是你今天如果是跳舞，它有一个信仰给你，然后这个信仰就是你可以给人祝福。那我想呢，就是我先给大家看一看一张照片哈，然后再看你跳舞哈。好，这张照片是你的创意哈，也是当我第一次认识你的时候，我的下巴掉下来的第一个的反应。我们看一下照片啊，现在的观众你看一下，他把头顶在地上，然后他的轮椅是在他的上面。好，我们回来一下，我们回到现实哈。这个对我来讲，当时一看，天哪，这个是不是那个神的一个创作啊？然后我那时在看的时候，我会觉得你们这班青年，我蛮佩服的，就是用自己的创意，然后看一下能不能做出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今天呢，也特别找了一个影片哈，因为是这样子，你们在台湾太红了，然后呢，红到呢，就是你们在视频上，你们有很多的，就是很多人就是分享啊怎样。然后我今天的这个的分享，我故意不是找舞台的表演的，我是找你们呢在一场哈，就是国标舞的比赛，还有身障朋友的表演里面，你们做开幕舞蹈。然后我特别找的是你们跳舞的后面哈，是有一群观众的。然后呢，等一下大家在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观众后面啊，他们跟他们一起动的时候，那种很快乐的感觉啊，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要找这个影片的原因。然后呢，也让大家看一看你们选择在当时很有名的什么小苹果啦、Lady Gaga 啦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观众耳熟能详的东西，所以马上就直接进入观众的心里面去。然后当然再加上你们的编舞跟舞技。好，我们现在事不宜迟，来看看这个传奇好吗？谢谢。
这是我们特别从彰化为各位邀请的彰化之星伦理舞台。各位朋友，再次热烈的掌声跟掌声四位。哦，再次看到了，就是跟阿德胖虎啊，还有那个小妹，对黑妞一起这样子跳舞啊，真的很怀念，因为好久没有见到大家了。是是。那就是蛮好的，就是在你们的演出里面哈，然后我刚才有说了，就是从你们的世界，然后你们跟群众建立了一个关系。那我想在这里呢，我分享一个你的一张照片，我很喜欢的。啊，然后我想给你看一看，好吗？好，我们放上那个生命教育的那张照片。然后这个桥梁真的很漂亮，然后也因为那个舞蹈呢，然后你走去了很多的学校，然后你去了很多人群里面，然后你那时候你已经不再是一个自卑的一个男孩，然后你是把你在舞蹈里面的发现，还有就是你如何在这样的情境里面你成长上来的经验，然后告诉了一批又一批这些成长中的青少年。那我在看这个照片的时候，我觉得这张照片很漂亮，因为生命教育它成为了你一个跟群众接触的一个很美丽的一道光。好，那我们呢回到了我们可以出来这张照片哈。然后因为老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想问你，经历了那么多哈，从小的时候你很自卑，然后来你家走出人群，然后不断的走出人群，把你的生命的感知，然后告诉这么多人，然后如果要你说一句话。那你会说什么话？对你自己而言，其实呢，我小时候在喜乐保育的时候呢，喜乐阿嬷有讲过一句话，我很深刻。他的台语叫做“未使讲你未使”，意思就是不可以说你不行。对。然后，其实我把这句话变成我的一个座右铭，就是没有不可能，只有愿不愿意。我其实这句话会当我的座右铭是，任何事情你只要愿意去尝试，它其实都有成功的可能。是。然后当我以前也不太敢面对人群去做生命教育，可是当我踏出了这一步，我愿意去跟大家分享我的经历，然后给一些青少年的朋友甚至身障者一些正面能量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做到了。所以我觉得任何的事情就是不要一开始先设定说自己是做不到的，因为你只要愿意去做，其实会有很多可能的发生，甚至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也说不定，这样子。对对对，那其实呢我们做了这一个的 slide， 然后我之后会转送给你，因为呢谢谢。我觉得你的这句话好，然后我觉得非常好，而且呢也在很多很多的照片里面，我们一直选照片，后来就选择了你这一张好手往前的这个，因为刚刚好就是很像你讲的和你相信的这句话。是。对，然后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一个故事，有一些人的故事他写得特别好，它会影响到另外一个生命，所以生命影响生命。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你哈，就是在线上给了我们一个这么好的分享，然后希望下次还有机会，然后再邀请你上线，好吗？谢谢老师，谢谢你，谢谢何成，再见，谢谢，再见，再见。好，线上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呢，其实也到了一个尾声，在下个星期。下个星期是17号，我们的舞团也会特别制作一个就是线上的一个交流会。然后这个交流会呢，事实上是这样，其实马来西亚真的有一群人一直在很努力着在为这些
身障朋友，或者是在家里，在家庭，那些父母遇到这样的孩子的当下，其实有一群人一直在努力着给这些孩子祝福，让他们找到第二个生命。然后在下个星期呢，就是我们有邀请了，也特别制作了一个分享会，然后就是刘启亮，新山双福的负责人刘启亮呢，我们会请他上线呢，然后去分享一个在这几年他一直很努力做的一样东西，那就是他们请了绘画老师，然后呢，绘画老师教那些孩子，然后画画，然后有一些孩子手哈根本拿不到笔，然后就用棉花棒，然后这样子点点点，然后呢，花了很长时间就把那幅画完成，但是这些画一点都不差。然后呢，启亮，然后他跟我分享了这个故事，我也带着共享空间的团队去到新山，然后我就跟启亮讲，启亮去发挥他们的潜能，以后成为他们的事业，成为他们可以做一个画家，他们可以出售他们的作品来养活自己，因为这个是可以帮助到他们的，去挖掘他们的才华，然后去找回他们的生命的一个自信。那下个星期呢，其实这一个的分享会它很有意义，很有意义的呢，它不仅仅是在于共享空间，更不仅仅是在于新山双福，它是在于我们马来西亚。大家刚才听到了在外国已经发展的模式，然后那如果再看回马来西亚，我们还有一大段的时间我们要去努力。但是当我们看到有人在努力的时候，我们应该向前给他掌声，甚至于可以说一句话，我能够帮你做什么东西吗？那我相信在下个星期四3月17号，我希望就是今天在线上的朋友可以呢分享出去，可以告诉别人来听一听这一个的讲座。这个的讲座呢，更希望你可以带着你的孩子可以来看。如果在家庭，假设真的有一些就是身体特殊的孩子，或者是健全的孩子，然后都可以来听他的分享。为什么呢？因为有些时候生命最大的一个成就是影响另外一个生命，另外一个生命从此他发光。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小画家他未来会怎么样，但是在这个当下就走第一步。所以下个星期的17号是一个非常意义不一样的一个分享会。然后也跟大家说一说，舞团很愿意在这件事情上再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把这些小画家的作品把它带来了，就是那个舞团这里，我们做一个展览，然后让外面的人来看一下这些小画家，然后看他们的画作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我们也会邀请一些企业家来舞团这里来看看这些作品。然后同时呢，就是假设这些作品其实可以成为他们的设计的一部分，他的公司的公益平台的一部分。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就好像在台湾，刚才我们看到了那个发展，马来西亚能不能？我觉得是能。它怎么能？让我们试试看，让我们用力去推开一扇门跟一个窗口，推开了后面一定有故事，一定有美丽的故事。所以希望在下个星期你可以在上线来听一听启亮的分享。然后还有呢，就是在17号到27号也欢迎你来共享空间专业舞团。这个很小的空间，但是它有很大的一个能量，我们是希望可以给别人他的需要一个帮忙。谢谢你。那今天晚上呢，谢谢线上的所有的朋友，我第一次是做主持，那如果呢是有什么样可以让我改进的建议，欢迎大家可以给我意见哦。谢谢哈。
Yes， 今天是我很有意义的一天，第一次做线上主持人，我给我自己一个手指。那这个手指呢，事实上它不会因此而满足，我希望我可以更加的可以进步我自己，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谢谢大家，感恩，再见。再见，谢谢马老师，谢谢大家，再见，拜拜。